2月2日，许久没有一起上节目的 Twins 来到上海参加益智类游戏闯关节目《梦立方》的录制，这也是阿娇自分手传闻后首次在上海露面。或许有好姐妹阿萨在一旁支持，阿娇也似乎走出了分手的伤痛，显得精神奕奕。对于好姐妹阿萨，更是力挺到底。那阿娇之前有向阿萨分享过自己感情上的一些感情纠结的事情吗？都有啊，但是也不会全说。关于那个 K 先生，有和阿萨有慰问过这个阿娇？有啦，但是内容我就不告诉你了。阿娇和阿萨在私底下似乎都有些情路坎坷，各自的感情生活也常常被大家议论纷纷。虽然两人情同姐妹，但是却不会经常分享彼此的感情生活。因为我跟阿娇都是比较喜欢，怎么说，我们都是比较怕烦，很怕烦的人，所以我们都不会常常都会问大家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其实有事情发生了，或者是就想跟对方分享的，我们才会说，不会每一天就说就是关于嘴边。你好吗？How are you？ 那个不会。